翻到嚟強棒出擊嘅時間啦，一個唔講棒球嘅棒球節目，咁當然第一樣嘢你見得到係有女上啦，係咪？唔係，首先要講講我哋係邊個嚟先嘅，因為都慎防有一啲啱啱入嚟嘅朋友啦 ，OK？ 係係 ，Evie 喺度嘅，係成龍喺度嘅，咁啊。一陣間再介紹一下，我哋除咗呢一個強棒出擊嘅節目之外，仲有啲咩 service 提供翻俾大家？係啦，一陣間先講啦 ，OK？ 咁啊，呢一張相咧就係、其實我哋過去呢個月咧，其實呢幾個禮拜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同埋任性同埋放飛自我嘅，極度係啦。咁我就去咗睇哆瑞咪花五場波，佢係一場波，但係冇睇睇唔到嘅。咁啊，呢個我哋留翻，可能之後再同大家分享啦。咁啊，首先講咗一樣嘢先，就係五月同埋六月嘅一啲嘅新聞，同大家去分享翻一啲嘅資訊嘅。再講一次，千祈唔好以為我哋會跟進每一隊球隊嘅戰績啊，或者之類咁樣嘅嘢。純粹呢個節目係為咗講戰績嘅花生嚟。OK。第一個花生就係咧，個官網又死嘅。即係其實我真係想問咧，呢啲數碼講呢啲嘅主持咧，做一個 website 係咪真係好難嘅咧？個西唔難做啊！但是我是不明白為什麼他可能每一次更新完少少嘢之後就炒咯。千祈不要以為這個節目有Trip.com 的 sponsor 先。這個 Capital 是我怎樣找回來的呢？就是某一天，那時候我還未有這個偉大的武器在手，所以我看不到直播，okay？ 你知道看不到直播但又想拿一骨的話，只有兩個方法而已。一是就上官方網或者官方即係個 YouTube 頻道嗰度睇下佢幾時剪到精華上嚟睇啦。另一個就諗住睇下個文字直播。你可以睇下台南 Josh 噶，阿鄭先生成日都做 live 噶。鄭先生而家全部啲出都係擺富邦嗰張圖出嚟噶咋 ？OK， 係樂天佢唔擺噶嘛而家，Josh 同我 block 咗佢噶嘛，係咪？你唔好當我唔知先得㗎，我有睇眼鏡 Punk 嘅 ，OK， 係啦，我都有睇嘅嚇。咁啊，菠菜先生我都有睇嘅，但係有乜好得過睇官網啊？但佢而家上到官網，頂你個肺啊！佢其實呢個位咧出唔到，又有幾男人出唔到，好大鑊噶嘛，係咪？好大鑊啊！好出唔到，即係呢一鑊咧，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根本個 website 有問題啦。第二就係可能球賽嘅資料佢攞唔到落，攞唔到啦。攞唔到嘅意思可能係現場冇 send 翻翻去啦，又或者係現場 send 咗翻去，但係喺個 server 裏面擺唔到落個網頁度咯。咁啊～我就不停，我都懷疑嗰日究竟係咪我有問題啦？我同你講嗰日就係、唔知係你有問題，其實我想講咧，呢一個官方網咧係俾人鬧咗接近成兩年啊！哦，兩年啫，都未有任何改善。我記得第一次我見到 Henry 幾時咧，我同你去睇微傳龍，係我早走嗰場咧，記唔記得啊？嗰時我話撲街啊，樂天又5-0輸嘅咁嘅兄弟，嗰場大巨蛋嗰場咧，我心諗。唉，唔使 update 啦，跟住喺度睇微傳我一路，其實佢哋嘅心咧會撳噶嘛，又吃又睇唔到，又吃又睇唔到，結果又係咁樣搞到我成場唔知。同埋佢哋又好奇怪嘅喎，淨係得個 app 咧，唔係得淨係得個 website 嘅啫喎，冇 app 嘅喎。係啊，佢哋冇 app 㗎 ，app 仲要係一啲非官方喎，而最有趣嘅就係非官方嗰啲 update 咧，仲做得好快過佢，仲做得快過佢喎。唉，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嚇呢一個咩啊 AI 啊！王先生啊，王老伯後邊啊，全部都係講緊 stand with us 嘅時間。一個咁全民嘅運動，你竟然嗰個 website 咧係整到咁細嘅？係啊，你個細真係細到個點喎 ？OK， 即係同以前Reg同埋 Reg Finance 個 website 一模一樣。喂，咁嗰陣時有好多年前嘅事嘅，唔可以咁比。咪就話冇進步過咯，冇進步過。咁其實 website 嚟講咧，就唔單止係 official 嗰個嘅。其他嗰啲即係自己嗰啲 website 咧，都係做得有待改進啦。有待改進，真係有待改進。即係咧，我望住富邦嗰個咧，撳入去佢個名，撳入去啲啦啦隊嗰啲名嗰度咧，全部都係404嚟噶，乜嘢都冇噶，即係冇再介紹佢邊日生噶，咩都冇噶。我睇咗好耐噶啦，我睇咗成個月佢都冇喐過。即係希望咁多位網路嘅編輯員。咁多球會其實寫一個網頁咧，而家好平嘅啫。我唔介意幫大家寫，同埋個重點係寫 Apps 就話貴啫。OK， 咁同埋 Apps 你要根據唔同嘅 Android 啊嗰啲，即係唔同升級啊，要做唔同版本。我知道嗰度嘅花費會貴啲，咁但係都係嗰句啦。中華職棒而家起飛啦，起飛啦！你都仲唔緊貼於一啲咁樣嘅，即係大佬好難，好難令到件事打出去噶嘛，大佬啊！唉，所以努力少少得唔得啊？努力少少咧，
除了是一般人 programmer 要努力一點呢，一些、可能身體有障礙的朋友呢都非常之努力，例如本人咁啊、其實我哋都喺香港都試過㗎啦，去紅館睇 show 咧，有一啲位係專係俾一啲可能係、殘疾人士、殘疾人士去坐嘅。咁啊，但係咧你又會見到喎，不時都會見得到有一啲殘疾人士咧，突然之間受到神嘅感召咧，係、可以企到起身。係冇錯。咁但係咧，呢、這個世界神蹟唔係經常發生㗎嘛，你知道。但係又經常俾我哋見得到嘅喎。咁但係喺真係未有神蹟去發生嘅時間咧，就會好似大巨蛋呢一件事咁樣發生啦。咁、啊，其實喺睇棒球比賽裏面啦，都會有一啲位置其實係叫做我哋叫做站立嘅應援區嘅，即係熱區啦。係啦，又未必，又未必，未必。未必兩樣嘢分開嘅、哦，因為熱區係前端係大炮區，後邊係站立區。係啦，咁啊，但係去到大巨蛋就發現一樣咩事咧？你當好似去到紅館咁啦，你前面嗰人企起身喎，跟住然之後咧，你發覺一樣嘢就係佢阻住你睇唔到波咯。呢、這個又係個規劃上面嘅問題啊。有位其實已經係好好噶啦，咁但係個位可以點？喺而家呢一個，尤其是大巨蛋係新場嘅情況之下，其實即係近呢五年嗰個所謂嘅叫做平等嗰樣嘢啦，其實都做得好，甚至乎你見到英超有好多舊球會，即係好似勞頓啊嗰啲，其實我唔知道足球場同埋棒球場裏邊嗰個劃分點樣啦，但係起碼喺個呢啲關於輪椅嘅人性化設計嚟講咧，其實我覺得奧脫福係做得最好嘅。佢就劃咗一個區出嚟，劃咗個 area 出到嚟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棒球嘅話，其實你舊場冇嘢好講啦，係咪先？即係好似統一嗰啲，即係我哋之後嗰集會講到咁樣，即係一啲法定古蹟有啲地方唔喐得嘅，咁冇嘢講啦，係咪先？但係你大巨蛋呢啲新規劃嘅場地嚟講，應該要做得更加好啊，我覺得。佢其實你要諗好多配套嘅，因為其實喺嗰個位，如果即係喺你當嗰個 corridor 嗰個位啦。再行翻落去嘅話，其實都如果你真係揸輪椅嘅話，你就可能要有條斜台啦，等等嘅嘢都行得到。我會覺得啦，因為其實出入口有咁多，其實我覺得有啲出入口係直情開放俾嗰啲輪椅嘅人士使用，直達去即係地下嗰啲位置。其實如果要大巨蛋做呢啲規劃起嘅時候，應該其實唔難嘅。所以呢一個我會真係會入佢數嘅。但係呢只大巨蛋起咗廿九幾年㗎。唉，你又啱，有啲嘢唔係話改就改嘅。唉，咁啊，下一單新聞啊，就係、是、除咗英超啊，足球有 VAR 之外咧，咁中職都有呢個 VAR 嘅。咁啊喺如果冇記錯，應該528嘅時間咧，咁佢哋其實就開咗一個會嘅。咁啊討論 VAR 呢一樣嘢。咁原本嘅 VAR 咧就只係你成場波裏面只係得兩次，無論你得成功或者係唔成功都好咧。佢都會計數嘅，咁啊試過有一場最 extreme 嘅賽事咧，好似係兄弟嘅，第一局已經用曬兩次，而兩次都係成功嘅，跟住然之後嘔曬血啦，咁啊之後點算咧？冇得用噶嘛，冇得用 VAR 噶啦嘛，咁所以就會導致咗個比賽。英超 is the best 啊，中職 is the worst 啊，唔係中超係 the best。是也是字啦咁樣，咁啊，所以就會有一個嘅引申咗一個問題出嚟啦，就係、是、話喂有冇可能改一改佢啊？冇理由啱又係我嘅又入我數，唔啱又入我數噶嘛？所以佢從善如流噶呢啲真嘢，佢係即刻喺嗰個叫做中期檢討裏邊即刻做，同埋即刻實行噶呢件事。咁而家個規矩就係咁樣啦，就係挑戰失敗嘅就會扣你一次。但如果你挑戰成功的繼續保留不扣不扣是的你仍然是有兩次的機即叫做有兩次的機會擺在這裡沒錯所以現在就公平了一點 fair 了一點了、至於這一宗新聞裡面還有一宗就是關於馬傑森抽麻姐身是的抽麻姐身抽麻好繼續他怎樣呢就是有一次呢、衝撞因為咧部首咧就喺佢跑女嗰條路線咧就阻咗佢咁樣，咁啊導致嗰個達陣咧就唔成功，咁所以咧咁啊，即係而家咧就規定咗啦，就話如果咁樣嘅話咧，咁啊會判個部即係個部首咧犯規嘅，因為咧你真係阻擋，即係同你捉狗一樣阻人前進，咁啊所以呢一個嘅規例啦嚇，咁啊亦都已經修正咗噶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嘅中期檢討會咧，咁啊欣賞佢嘅，我覺得。
咁啊 ，Josh， 我今日睇翻有一單新聞啦，就係講緊，因為啊，其實呢一個嘅 VAR 咧都試過咧，因為冇畫面啊，所以唔計挑戰嘅次數。即係話咧，因為其實你做 VAR 嗰陣時咧，即係或者喺棒球場裏面咧，佢係你打咗個波出去，跟然之後可能去到某一啲位置嗰個 cam 咧，先至擺翻落去一壘唔同嘅壘數嗰度啦。咁啊，發現一樣嘢就係話冇嗰段片喎，我想做 VAR 喎。其實佢嗰段新聞裏面有講過，其實應該係個投手違反秒數啊。嗯。咁啊，即係話25秒之內冇投球，淨係8秒之前嗰個打者冇行入去咧。咁結果揾下啲片咧係冇片嘅。跟住然之後再睇翻 VAR 嘅時間咧，又再有誤判嘅。咁啊，結果搞到成件事都係都係錯咯，全部都係錯咯。其實 VAR 都係嗰樣嘢啦，畫線問題。It's the best。係咯，即係。你冇辦法，依啲一定係會有依啲嘅失誤㗎啦。咁啊，但係希望就盡快改善到啦。失誤嘅嘢咧，就唔一定係淨係喺個熒幕上面嘅，或者熒幕裡面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失誤嘅。咁啊，呢一單新聞咧，就係其實係當日係應該係台鋼對住樂天嘅比賽。咁嗰一日咧就落雨，就冇得打。咁但係咧係而當一日咧。就係、是、一粒個家姐做呢、這、一個應該係 IG 嘅直播，係冇錯，因為完咗場之後嘛。咁啊，但係突然之間又見到一啲特別嘅人，男朋友啫嘛，宋嘉玲啫嘛，冇嘢噶。宋嘉祥係咯。咁啊，呢件事咧令我諗起兩樣嘢。其實第一樣嘢我諗起林湘就好慘噶，當年個抽埋隻身。就係、是、同隊啊嘛，而家唔同隊咧就冇問題，就冇問題啦，冇問題了，就係、是、件事光天光曬啦，完全冇問題，咪自由戀愛咯。同埋最緊要就係佢唔係同一粒拍拖嘛，佢係同佢家姐拍拖啫嘛。其實係半個唔係，其實都係圈外人嚟嘅，即係呢個活運動嘅圈外人。咁咪咯，呢啲傳聞姐夫嘅嘢係咪先？你呢個直播裏面幾多人叫姐夫啊？幾勁啊成件事！咁啊，所以都係開直播嗰時候都係要小心啲，同埋都澄清咗話，其實係揾緊條褲嚟著嘅。根據單新聞嚟講，係話揾緊條褲，係啦，佢他在找褲子啦。明啦。咁可能佢裏面著住條底褲咧。係一家人咁坦誠相見係開心嘅。然之後就係講緊入場人數啊。咁就中職嚟講，其實平均每一場，如果唔計大巨蛋嘅話咧，係過唔到，其實過唔到一萬嘅。咁啊，平時可能禮拜週平日啦，講緊可能5000啊、6000啊，已經係好多，已經好好噶啦。去到weekend 可能有8000零9000咧，都又係拍曬手噶啦咁樣。咁啊，第一樣嘢就係、是。富邦和樂天的單場人數呢都終於都可以過得到9000啦，其他幾隊當然就已經一早就過咗啦。咁始終即係樂天今年做過遊牧民族啊嘛，咁同埋有好多嘢亦都即係嗰啲叫咩呢，吸引力又減咗樂天 ，OK， 因為今年好多以往熟悉嘅選手啦，都嚟咗隊啦，跟住好多大家選手啦、啦啦隊啦，係啦，跟住然之後就成隊波嗰個士氣啦、成績啦，好多嘅嘢又夾夾埋埋嘅呢一單啫。富邦就因為阿台南 Josh 嘅加持啦 ，OK。咁所以嗰啲加持係成績啊，定加持呢個入場人數 ？Why not both 咧？係咪先？咁同埋富邦今年個噱頭又好嘛？係咪先？即係全天候，你見到今年富邦其實啲搞作幾好嘅，佢又做 Apps 啦，跟住又拎阿檸檬出嚟玩啦，入大巨蛋嗰一啲嘅即係配套啦，或者主題日嚟講咧，富邦都係搞得幾出色嘅。今年認真嗰句佢嗰個主題又係唔錯嘅，同埋最緊要就係入咗幾個高水準嘅韓國外援啦啦隊，係啦，三個都係勝利噶嘛，係啊，咁啊，所以基本上你見到富邦個吸引力係多咗嘅，咁啊，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啦，去富邦個球場又易咧，講真，你搭捷運到咯，你唔使落桃園喎，係啊，咁啊，所以基本上相輔相成嘅有啲嘢。
咁啊，所以其實你話富邦過九千咧，就其實係應該要嘅，應該要啦。但係咧，另外就到桃園嗰邊，其實都係呢一兩日咧，其實先至叫做一場波有過萬人，仲要過萬人咧，係因為呢一個特別嘅 event 啦，享樂趴，動子啊，動子係啦，唔係享樂趴都有，享樂趴唔過，享樂趴唔過。動子其實已經即係其實一個啲，你當好似一個演唱會咁樣嘅 party 啦，咁啊請人嚟唱歌啦，咁啊先至可以過得到一萬啦，咁啊所以就提一提大家，Yuri 同埋呢一個嘅 Rina 咧係出新碟噶，出新歌，唔係嚟緊月都會出碟，係啦會出碟啦 ，OK。咁啊即係都睇得到個隱憂喺度啦，咁啊其實。呢一個佢哋嗰個鄉唔係佢哋唔係鄉道，佢哋PTT 上面其實都講緊就即係今年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喺度啦。係啊，樂天嘅桃園，所以佢都話開嘅第十五場先桃園主場風光不再。其實我覺得之前嗰兩年因為做得太大啦。即係樂天跟住上年又蝕錢啦，蝕完錢跟住其實你覺得佢今年成件事係 cut budget 緊 ，cut budget 型嘅。系細搞緊嘅，咁啊睇下會唔會繼續今年之後就繼續團住。同埋最緊要就係上一年你嗰個高峰期，因為林雙同埋李多偉都喺度啊嘛，大家都覺得啦啦隊最 top 嗰兩個喺度啊嘛。但今年走咗之後，你入翻嚟嗰四個其實大家好似揾唔到對波啦啦隊有重心，譬如好似我哋依啲去睇台灣波嘅球迷嚟講咧。嗰、那個叫助力又可能真係會低咗啲。好啦，球隊方面，譬如一啲中心嘅原迷嚟講，又之前因為成績啦，又或者係嗰個遊牧民族啦，等等嘅影響，個入場意欲又減低咗。咁所以基本上啦今年啦，真係可能要靠翻成績打好啲先至翻到嚟啦咁樣。我哋唔講波噶，但我哋講咧現場嘅燈響嘅音嗰、那個燈光嘅。哎呀，有單新聞唔記得擺落去啊！我哋終於有外援啊！高橋佳帆啊！我以為你講投呢、這個投手添。我哋都唔係點講波，再講一次。高橋佳帆，我哋留翻後先。仲有另外好似彩香都有係咪彩香啊？有一彩香係啦，都有終於去得到呢個樂天嘅主場咧，去跳路。未翻到嚟，未翻到嚟。上一年翻咗呢一次。咦，嗰、那個唔係彩香咩？唔係高橋佳帆。嗰、那個高橋佳帆嚟。高橋佳帆嚟嘅。好，咁啊已經落場跳埋添啊！咁但係跳嘅時間咧，又引申到一啲嘅其他嘅問題出嚟。冇錯，今年桃園咧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球場咧就更新咗好多嘢啦。引以為傲啊！係啦，咁啊，因為以前啲燈光咧就淨係開關掣嘅啫，咁但係而家咧就轉咗呢一個嘅。唔係烏絲燈，你當好似以前嗰啲大球場嗰啲燈啦，就咁拍轉咗做 LED 燈啦。舊嗰啲燈咧，你撳熄同撳著佢咧係有一個。要一段時間嘅，咁但係 LED 燈就係你一撳個按開關掣咧，就可以即刻開即刻熄。要光有光，要暗有暗。所以今年咧，桃園咧多咗嘢叫燈光 show。係啦。咁啊，燈光 show 會幾時出呢？有幾個時段嘅。開場之前啦，即係啲球手熱身嘅時間啦，轉場嘅時間啦，咁同埋當我哋主隊打出全壘打嘅時間咧，就會有啦。OK。咁但係。咁啊，呢單新聞係啲乜嘢咧？咁啊，交俾你啦。咁啊，呢單新聞就係咧，富邦啊，陳金峰即係講緊富邦對緊呢一個樂天嘅比賽時間啦。咁啊，應該係轉緊場嘅時間。咁就其實有一啲嘅投手啊，有一啲嘅球員喺個場裏面去熱緊身嘅。咁你知噶啦，你又盲，佢哋雖然唔係盲啫，但係佢哋要顧住個波噶嘛。咁顧住個波嘅時間咧，如果個地面咧，如果燈光唔夠嘅話，第一樣嘢小則可能俾個波掉親啦 ，K 到。第二樣嘢就係都係 K，PK 個 K。咁啊，你睇唔到個地下嘅時間咧，可能會 PK 噶嘛。咁啊，其實都係有啲危，呢個都真係會有啲危險嘅。咁啊，要運動員啦，我講全力以赴去做一個比賽嘅時間，就等於我哋上次講，如果地面有鐵枝啊，有蛇啊，你都突然之間驚啦，有老鼠啊，你都驚啦咁樣。咁啊，所以其實個燈光就唔應該或者唔好喺局
局與局嘅之間啦，就可能有一個太大嘅變化咯，令到佢哋安全咁樣可以喺度做到熱身。即係你開場完場係 OK， 或者主隊全隊打嗰啲，即係之後個場裏邊冇咩大威脅嘅情況之下，其實做咧係令到個比賽會精彩啲嘅。咁但係呢一啲危及到選手嘅安全嘅話咧，我都同意咧係要暫停咗呢一 part 先嘅，即係個考慮唔夠周全咯，只可以咁樣講。咁啊，睇睇佢哋而家都停咗噶啦，停咗先噶啦，停咗先噶啦。咁啊，上次我哋就講過有，這個係新嘅球員，我哋真係有擺落去。有啊，係咯。呢、這個點解要講呢？其實咧都係講花生嘢嘅、啊，因為呢個球員本身咧就唔係話樂天嘅球員嚟嘅，富邦噶嘛，上啲富邦嘅。呢、這個球員出名係咩咧？這個肯特啊，呢、這個外援投手咧係脾氣好大嘅。啊，係啦，據聞咧就脾氣好大，係一隻癲狗嚟嘅。咁原本咧，富邦咧就諗住呢一個嘅羊頭咧會同佢續約啦。結果最尾就冇續到啦。你知道富邦咧好奇怪噶嘛？啲人話富邦揾羊頭係每一年育成完一年之後就即刻放走，唔使錢走嗰只就仲要。咁所以咧就俾其他球隊執翻嚟噶嘛。咁呢一個咧，咁啊據聞咧就諗住翻到去自己嘅祖國嘅時間咧就諗住退役噶啦。咁就諗住做教練噶啦。咁但係點知咧？樂天咧就真係仲要揾呢個嘅羊頭，咁、所以咧就誠意打動，咁啊所以將佢拎咗翻嚟咁樣，咁啲人就期待緊咧佢對翻富邦，然之後咧就變只癲狗，所以咧呢一、這個嘅羊頭大家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最近咧，樂天嘅羊頭啦，咁啊最近如果你睇翻個表現嚟講咧，阿摩神樂同埋呢一個嘅日本仔咧都表現得還可以嘅，我就覺得咁啊。當然啦，我自己就比較欣賞阿陳柏豪多啲嘅，因為嗰個閂門嗰個嘅力度比較好啊。咁啊，可以幫球隊致勝咁樣啦。所以我哋唔係淨係睇嗰啲台灣波嘅，喺比賽裏邊我真係有留意翻少少嘢嘅咁。如果佢係癲狗嘅話，係咪應該喺台灣揾人去拜拜師咧？姓黃嗰位啊！哦，嗰啲咁危險嘅嘢，唔好亂嚟啦！入教好困難嘅有陣時啲嘢。好啦，但係呢一個咧就真係賴嘢啦！呢、這、一個邱丹啊，咁啊，其實就人贓並獲啦，人贓並獲喺呢個高速公路啦、國道啦、上面咧，咁就其實自炒嘅啫。炒落個安全島嗰度，咁但係呢啲就已經全部影住曬噶啦，而家咁多嘅錄影機嘅。首先咧，這個邱丹咧，其實今年咧多咗波打嘅，點解咧？因為佢打外野嘅，咁因為咧傷曬啊嘛，林立傷噶啦，OK， 咁所以咧佢咧就俾人提升咗上到嚟，但係個表現咧一直咧都未如理想嘅咁樣。但係其實佢之前係打過，佢今年係27歲，唔係23，係啦23，但係佢之前咧。都是曾經有一個好好的表現，攞過呢一個金手套嘅都有。但是不得啦，今年真的 OK。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啲場外因素或者之類咁樣嘅嘢啦。咁啊，今次咧自撞完之後咧，桃園咧喺我哋錄音之前嗰一日咧，就已經宣布咧同佢解約啦，炒咗佢，炒咗啦。係啊，炒咗啦。但係再去問啦，例如話呢一個球員啊，其他隊會唔會？又有人接收呢？傳聞有三隊都有興趣的，看看你說統一未出聲，跟住仲有呢一個嘅富邦出咗聲話唔要啦，係跟住仲有一隊台鋼好似紅中一都出咗聲唔要啦。好啦，咁啊即係冇嘅。咁啊，其實同上次我哋講呢個黃全勇嘅 case 一樣嘅，咁啊追加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去到。一個未去到最高的天條的級別的、但其實都是天，即都是一個對於整個體育產業啦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污點。沒有，形象差了就沒有差了。還有呢，原來他呢，人們找回個消息呢，原來他是間接令到一個樂天女孩退役。哦，是啊，是啊，他是娶了一個樂天女孩。是，沒錯的。所以是，唉。為什麼林湘有事呢？為什麼你又沒有事呢？這個世界就是這麼不公平。Why not？ 而家好啦，而家冇事啦，咁我樂天女孩咪可以出翻嚟啊？一個換一個咯，好唔好啊？咁換呢個俾你好唔好？呢個換咗啦，嚟到咗啦。芝芝啊，芝芝。咁啊，講翻就係話，其實佢我哋睇翻佢嗰段嘅報導嘅，其實佢最後都係講，佢係冇講到任何嘢，即係話啊，我兩年前離開咗呢度。咁啊，跟住之後就再講，即係
佢冇講到原因啦。總之佢就話喺味全龍度唔多開心咁樣。咁啊，嗰度就係講話呢個世界還是不太友善嘅。咁啊，唔知啦。咁啊，究竟係佢自己嘅問題啊，其他啦啦隊嘅問題啊，即係其他啦啦隊隊員嘅問題啊，淨係球會嘅問題咧咁樣。咁啊，有頭冇頭冇尾嘅嘢一句咧。呢啲就係好啱台灣嘅傳媒嘅，但其實係係有得可以不停咁樣去吹，不停咁碌啊嘛，作。然之後隔咗一日之後又開始拉埋其他人入嚟講咯。因為其實好多樂天老人其實都同美泉龍之前拉上個關係嘅，係袁師啦，即係而家我哋嘅紅隊嘅隊長啦，跟住 Rina 啦。其實都去過味全龍嗰度面試之類咁樣嘅嘢，但係最尾都係話面試唔得就冇得講，即係唔請唔到就都。但係之前都話喺嗰邊係受咗一啲，即係嗰個年代嘅 management 啦。OK， 即係唔係話而家嘅年代嘅 management 啦，係受咗一啲氣嘅咁樣。咁所以係咯，啲新聞就無限咁發作嘅。嗰陣時就會攞翻而家嘅喺兄弟嘅尊嗰陣時係叫尊白君白出嚟講嘅咁啊。鬼影即嗰段新呢啲呢幾段嘅新聞夾埋就啲鬼影重重啊，好多嘢啊，但又好似完全係完全唔知道裏面咩嚟喎，係啦，即受嗰啲咩冤屈氣咧，冇人知道。又唔係話 insider 喎，但係佢哋又即係，唉 ，EV 你知㗎啦，唉，唔係，總之啦啦隊裏邊嗰啲新聞咧，好難揾到啲真實嘅，即係好少會蒲到上面，就算係啱都好，咁啊呢個我冇睇嘅，呢一個係咪其實有啲係持卡人 feel 嚟噶？呢個唔係持卡人 feel， 呢個嗰時係宋承熙係咩嚟嘅咧？咁你知道我哋有女團長噶嘛？咁嗰時咧，其實咧，嗱，據我睇唔同側邊啦，譬如我睇林丹嗰啲温泉蛋啊，訪問阿 Rina 嗰啲咧，其實咧佢哋都係意指呢一條友咧，即係宋承熙咧，係有少少唔合群嘅。嗯 ，OK， 即系佢自己个人问题比较多嘅，因为嗰时啊，听阿 Rina 讲咧就话佢啦，跟住壮壮啦，同埋宋承呢三个咧都话，我哋要好就要一齐好，要差一齐差嘅。但系 Rina 最尾都非常之无奈，话唔知点解佢最尾咁样咯，咁样，即系又系嗰啲咧，讲到好隐晦嗰啲咧。咁因为据闻就好似话佢自己就比较个人风格啲。咁即係話可能係比較扮大牌少少啦，就話唔多合群啦咁樣。咁所以最尾咧，佢同球團嗰個嘅關係咧就唔多好。咁啊，去到最尾嘅情況之下咧，就係話好似話就話冇叫佢續約，其他人都叫曬續約，然之後佢就不了了之，交代一聲都冇咁樣，令到佢走。咁所以最尾佢而家先至出嚟做一個咁樣嘅。即係叫做即係其他個又講翻啦，兩年之後出翻嚟講，又拎翻出嚟咁樣講咯。咁我就覺得你喺樂天嘅世界裏邊，你如果你係唔啱玩嘅話咧，咁你走咧冇辦法㗎啦。呢啲真係 OK。咁你見到而家嗰扎女孩嘅團結嘅程度已經高到一個點啦。即係你唔可以喺嗰度扮大牌，嗰度幾嗰度就算模擬圈咁大年紀咁，即係嗰個經驗去到最勁或者係。即係你見到有幾個有幾個學者，其實都叫做即係高你哋幾屆嗰啲，其實都唔會話扮大牌嘅情況之下，如果你一嚟到你以自己團長嘅身份有呢一啲咁樣嘅態度嘅話咧，咁你就拜拜㗎啦。其實係知所進退咯，同埋你知道自己喺呢個地方你要攞，你會同埋你想攞到啲咩走咯。咁你揀咗一啲，或者你可能諗緊一啲人哋俾唔到你嘅嘢，你嘅時間咁咪同現實與理想有差距咯。但係都係嗰句啦，我哋真係唔知道內幕係啲乜嘢嚟嘅。係啊，總之都係嗰句，呢一啲新聞都係全部都係鬼影重重啊，鬼影重重。即係同呢一個大師兄大姐呢個斷水流一樣嘅，係聽住個收音機係一模一樣。一模一樣。高國慶嘅呢一個隱退儀式啦，咁其實佢就上翻佢就係隱退嘅，咁啊42歲噶啦，如果冇記一或者二噶啦，咁啊嗰一日咧打到嘔電嘅，有趣啊，因為嗰一日係延賽，係因為嗰日就落大雨，落完大雨之後咧場波咧原本開5:30就延遲到8:00幾噶，去到8:00幾先打，
咁啊，打下打下打到過埋十二點嘅。唔係打到十一點嘅完咗啦。十一點嘅完 ，OK。十一點嘅完咗啦。好啦，十一點嘅完咗嘅情況之下咧，跟住咧就先至開始呢啲。唔係，仲要頒埋個 VIP。MVP， 好啦，頒埋個 MVP 之後咧，十二點就開始個告別儀式啦，就玩到點半鐘嘅。但係咧，點解話跨日咧？因為真係做到點半鐘，而球場咧係仲有成二千幾名嘅球迷咧，係留守咗喺球場裏邊嘅。一路睇咩撈汁撈到尾，撈汁撈到尾。同埋嗰場波咧，可能真係天公咧有啲咁樣嘅意思。就是由於那天其實同時間有幾場波咧，桃園啦，同埋唔同嘅地方都打緊啦。一啲以前同呢個高國慶打過做隊友嘅，都可以趕及喺佢告別式打完波之後，即刻飛到過嚟同佢一齊做呢個告別式。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陣時落雨延賽都可以話一個幾完美。告別式係喺度，隱退。哦，sorry， 隱退 ，sorry。我都但唔緊要，即係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個幾感人嘅場面嚟嘅呢一個都。尤其是你可能講高雄或者其他地方，你特登要再走落去咧，都真係劇嘅。咁啊，黃泉湧呢一個咧，就其實到最尾都黃泉咧，黃泉咧，黃泉黃泉泉到最尾都係被 out 噶啦 ，out 噶啦 ，out 咗噶啦。我諗佢個程度係仲嚴重過邱丹嘅，又梗係嚴重啦，大佬。咁啊，同錢銀有關係就爭好遠噶啦。咁啊，呢一個就 follow up 翻少少啦。咁啊，再睇落去咧，就呢一單又係鬼影重重啊！又係堅，又係好笑到爆，好笑你好笑到爆。你嗰隊喎，係啊，我特登冇擺翻嗰張相出嚟。咁啊，我嗰隊嘅即係未全龍嘅呢個啦啦隊嘅其中一個成員啦，林林啦。咁究竟我都唔知佢係呢個正印啦，淨係呢一個二奶。唔係原本咧就係一個，唔係應該咁樣。第一 part 個故事咧就係話佢係正印嚟嘅。OK。跟住然之後，佢條仔就過咗去中國嗰邊打籃球。嗱，你睇住寫住天真嘅呢度，係啦，心口啊，佢個心口唔係我個心口。係寫住天真嘅，同阿嬌一樣咯。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咁就據聞咧就搞大咗個女球迷嘅頭。好啦，跟住然之後咧，咁就林林知道咗，就話要嗌分手。嗱，原本個故事係咁樣嘅，咁啊之後咧。個故事咧就話呢一個嘅林庭謙咧就想要嗰個嘅上海妹就墮胎，嗰個上海妹咧就 send SMS 嚟就同阿林林宣戰。原本個故事就咁樣嘅，好啦，跟住之後個故事咧，你記唔記得啊？跟住個故事就調嗰個峰迴路轉啊，到調翻轉嗰個呢、這個上海人咧，上海女子咧就調翻轉話，我早過喺你識佢之前已經識咗佢噶啦咁樣。咁究竟即係呢個 VAR 你個 VAR 啦，冇錯 VAR 你個 VAR 啦。咁啊，所以嗱，林林之後其實都受到一啲影響㗎，因為瘦得好犀利啦。係啊，今次見到佢咧，直頭係髮線向後啦。哇！就呢個位，係光咗啦。哦，都係有啲為情所困，都係有啲猶見可憐嘅。猶見可憐。好啦，跟住嗰張圖咧，呢啲有 J 嘅男人咧，都係應該剪咗嚟嘅。呢啲算吧啦，呢啲真係好啦。跟住好明顯自肥啦，唉唔講嘢，自肥係講緊右下角嗰張啦嚇。唉唔講嘢。咁啊，其實小珍奶咧就好多。如果你睇翻啲即係直播嘅時間咧，除咗落天之外，即係去到外埠啦。咁其實佢都會有機會都會去睇波嘅，咁啊呢一張我就喺富邦度影嘅，咁但係咧，其實最點解會擺翻呢一單新聞出嚟咧？就係、是、其實可能有好多嘅球迷都覺得我其實間接地去供奉緊你啦，即係由買周邊啊或者入場都好啦。咁有陣時可能就係話喂影相都唔得咩？或者係？可唔可以點樣點樣啊？簽名啊，等等嘟嘟嘟嘅嘢啊，咁樣咁啊，爆咗一句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嘅，佢唔係一個，即係佢都係一個嘅呢、這個球隊裏面嘅成員，唔係一個你俾錢而佢要去 serve 你嘅一個 A， 即係你同佢嘅一個
直接的僱傭關係，或者其實件事很簡單嘅，我覺得其實人同人就要尊重。譬如人哋喺工作的場合裏面，咁人哋專注喺人哋嘅工作，或者真係講緊時間離開嘅時間，其實你就唔好煩人。你要影相啊嗰啲，佢哋出席 event 嗰啲一定會好專業同你去做。咁其實講真，喺其他嘅場合裏面同你影相就俾面，唔同你影相亦都係應份。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啱噶，佢呢句說話。我咪後有故事講。咁咪后先讲咯，咁我哋而家即刻转咪后好唔好啊？好，我哋即刻转咪后先，咪后之后下一次翻嚟再同大家见面。